息五分钟，要吃东西的人哈，快来补充一下体力。有没有人要巧克力？我二哥，好，你是大朋友，你值得有一个。豆豆，谢谢。小朋友，谢谢。哎呦，我以为你们很常爬山呢。我在山上贴布，谁要贴？太快就贴了吧。今天晚上可以贴。今天晚上可以。嗯，我没有。突然已经在贴，回家来贴。我要笑死了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们打热身。三。二一，要走了。他就很累了，你还拉他，那一个拉一个。再猜一次，我几岁？我猜你十六岁。十六岁。我其实就是要录这个。那你猜我几岁？23。你猜我几岁？99。你给我下去。这个爬山的过程中，其实我们瞬间拉近了我们的感情，因为男生原本一开始你知道有点害羞，还是耍酷，我也不知道，都不太敢跟我讲话。我必须要给冠名一个大赞，他虽然是里面就是最小只的男生，但他就是非常的暖男，而且重点是因为他说我是十六岁，人生第一次的实境秀，可能也是最后一个，没有了。你上去走上去，来走，来，你们排骨多去耶，至少走过这一段吧。2:35。哎，赞呢，谢谢。高一点，别太小高。不会哦，要坚持。我好帅。我很好啊，感谢你给我的登山杖。你是登山杖大王哎，捡了3-4个贡献给我们，赞助给大家。一直听到老师说这是最后一个斜坡喽，爬过去就到喽。大概讲了大概5遍的时候，就心想说：天哪，这到底尽头在哪里？就是会有一点点想说，啊，真的还要来参加实境节目吗？